中国最美的台球选手是谁？估计很多网友都会选择潘晓婷。潘晓婷可以说是花式台球的话题女王，如今她自己也成为了网络红人，在平台上发布台球相关的科普视频，收获了不少关注。当年潘晓婷因为触球犯规的视频一炮而红，凭借出色的球技和丰满傲人的身材，收获了无数的粉丝。潘晓婷虽然身高只有1.6米，但身材却十分有料，三维数据达到了93、64、92，堪称迷你版卡戴珊。此前，台球女神潘晓婷早期的美照爆出，她穿着白色蕾丝长裙，精致的妆容和发型显示出清纯明艳的气质，剪裁得当的衣服完美勾勒出她的 S 型曲线。女神面对着镜头露出微笑，简直心都要化了。看到潘晓婷的这些美照，网友纷纷表示真的太美了，不愧是九球天后。如今大多数网友关注的是潘晓婷的美貌，但其实她在花式台球方面的成就是中国数一数二的。她曾获得10个九球世界冠军，是中国女子花式台球第一人。那么对于潘晓婷这位台球女神，你有什么评价？